香港演艺圈大腕曾志伟的儿子曾国祥入行多年后已经建立自己在圈中的地位，而他的恋情也随着女友王敏毅的走红而越来越受大家关注。曾国祥承认跟女友相约在圣诞节去日本旅行，而面对媒体“你们是否同居”的提问，曾国祥虽然尴尬，但是也没有刻意回避。偶尔吧，就因为有时候他会过来我那边，那没有，对啊。对于早前有报道指王敏毅急于嫁入曾家，于是不断向曾国祥逼婚，曾国祥否认传闻，表示自己跟女友从没有许下任何结婚的承诺，也没有就结婚一事正式讨论过，但是两人私底下的关系就已经有点不分你我的感觉了。因为他有时候工作要跑很多地方，所以我就干脆把我车给他开嘛，就比较方便，因为他不是很多时候会有司机带他去工作，所以我说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就用我的车啊，对啊。被问到见过家长没有，曾国祥坦言爸爸妈妈都已经见过王敏毅，不过曾志伟就对年轻人的恋情不想插手。这个我不知道，你要问他。谁说的嘞？我觉得他对他印象挺好的，对啊。我没有，其实没有很深入的问他对他的感觉。我觉得反正他对他印象好，我跟他开心就可以了。我爸其实很随便啊，他觉得你跟哪个在一起你开心就可以了。Yes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